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这个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生的爱情也会孤单行。阿边英雄，阿边着行，最后才知思念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家的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咱现场电话台800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8002977738。那么咱这个电话依然是互动树林，阿不了定庆的电话8002977738。那么咱这个节目是伫每天拜九拜五下晡时两点开始到四点，依然由小弟阿宏诚恳。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来，首先咱来看最近吼啊，这个政治新闻吼。那、咱这个宋楚瑜选总统啊，吼、那么伊抛大联合的这个政府，我是感觉讲哦。政治人物啦，吼，啊，都，你都知影，因为安怎讲？因为伊宋楚瑜税动，啊，税动要安怎？啊，啊，伊要做总统，当然啦，都要用过号召着这个大联合政府，对不对啦？安尼来号召。啊，那无，伊要安怎选总统？所以我常常咧讲吼，政治人物吼，这种的，要安怎讲啦吼？伊若要讲，啊，阮这个差像国民党的哦，阮大党哩，对不对啦？民进党嘛是同款啊，阮大党啊，
阮老要甲你做联合政府，你想嘛知影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所以这回，这个小英欢喜在心内啊啦，对不对啦？伊讲哈哈哟，啊，啊，这个宋楚瑜出来，是伫加这个国民党的票啊。对不对？阮这民进党的四中的票，阮绝对袂走的。果然啊，走几票啊，我唔敢讲无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走的拢是国民党的票啊。安尼看就知影啊，那就搁选，要选什么呀？对不对啦？啊，所以一定爱讲大联合政府嘛，伊要做总统就是安尼先啊。对不对？啊，无伊哪有迄个胜算？伊绝对无胜算的嘛。安怎讲？伊说动啊！你甲想，伊落尾啊选台北市长的时阵，伊才几票？才几万票啊！啊，敢那无四万票的款。那么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伫咧昨六日正式宣布参选。2016年总统大选，伊感慨啦，伊讲哦，十六年来哪里啊拢赢过你？啊，当然伊感慨啊，安怎讲？伊家己跳出来，国民党无几个得伊出来啊，哦对不对啦？当时伊若跳出来的时阵呐，国民党1%的时阵呐，70%来讲，啊当伊也使阁讲即句话。哦，伊即满人，啊，阮即个亲民党的时阵大党啊，哦，对不对啦？伊那就需要搁讲的时阵，大家来联合政府，无可能的代志啊。所以阿宏在报告新闻，就是讲吼，咱看新闻爱有智慧，看新闻爱用心呐。哦，那么但是台湾人民又搁赢什么遐啦？哦，这是宋楚瑜咧讲的。台湾人民哪会无赢？台湾人民即摆上届赢哪会无赢？对唔对？卡袂着就上街头，卡袂着就病，对唔对？像即摆即个课纲嘛是共款病啊。啊，其实的时阵，咱教育部伊讲安尼啦，哦啊，大家反对好啦，啊无一半一半啦，哦。啊，互恁去家己选啦！恁每一个学校，吼、哦，恁家己嘛当讲啊，我要选旧的，还是要选新的？啊，安尼，哪有啥物通阁反对？吼、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所以我定定咧讲讲，像即摆这个人啊，啊，啊，伊讲啊，你咧教育部长，你都要落台啦。嗯。所以我定定咧讲，啊，伊的抗争，伊的目的是啥？伊抗争目的变成讲的时阵，叫教育部长落台安尼嘛，都毋是要解决问题啊。所以阿宏伫咧看到拢袂做就对啦。我讲即卖社会变安尼，啊是啊，人民无赢，对毋对？啊，若无赢是安怎的时阵安尼抗议？本来的时阵安尼要用新的变成的时阵安尼旧的，甲新的出材去选，啊安尼人民哪会无赢？啊，绝对赢，哪会无赢？我、哦、对不对啦？所以我是安尼讲，宋楚瑜的时阵，伊讲台湾人民又搁赢什么呀？赢真多咯！即马卡袂着，你甲看，过去的时阵，安尼军法移转一般司法，红中秋敢有妨，互人害死无啊？人民一个行出去安尼，对不对啦？我都赢啊你，我哪会无赢？是安那人民无赢？啊！宋楚瑜已承诺了，未来上台将做大联合政府啊！这我拄好讲，伊无安尼呼吁，谁要票乎你啊？好、哦、对不对啦？啊！所以即摆问题是要讨票，要讨票，吼、哦！伊即摆所每句讲的话，拢是要讨票的。我有讲过啊，宋楚瑜在过去，台湾人认定讲伊是外省的，所以人都无投予伊啦。有投予伊的什么？
过去的时阵啊，外省的啦，哦，台湾人讲咧外省的，拢是民进党讲的啊，对不对啦？哦，啊，甲过去一挂国民党员啊，头乌啊车，对不对啦？啊了后，啊头乌啊都拢死啊，差不多啊，啊退休的退休啊，吼、哦，对不对啦？所以他就没票了，他就没票。那么现在他要再出选，有票吗？我跟你说，同样没票，同样没票。所有的票都是国民党的票。跟过去的时候，在哪里中间的这个中间票，几票啊，可能会投给宋楚瑜。再来没票。国民党的铁票，人伊共款；民进党的铁票共款，袂走，袂走。那么伊讲要组联合大政府安尼呢？吼、哦，那么每年要付立法院去做国情咨询的这个报告，啊，迄套声，迄套声，安怎讲？过去有国民大会，对不对？那么立法院有几席？较早我会记得，唔知三百几席个偌济，对不对？但是剩偌济，即马剩两百偌席个款。啊！啊，所以你甲看，人愈来愈少，当然人民就愈来愈歹。伊安怎讲？人多意见就多啊！你讲对唔对？人少意见就少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人少，大家会当三啊三十一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来说啊，说说啊，讲讲的啊。所以，即马立法院虽然讲有两党、几啊党，但是你甲看，较早拢大家小党嘛争啊，哎呀，你都爱安怎安怎呢？对不对啦？啊，政府嘛是。好啊，既然到安尼民主嘛，哦，你要求好啊，都互恁有几席啊，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嘛是安尼是，嘛是搁咧乱啊，嘛是搁咧乱，对不对？有较好无？无啊。要求愈多，哈、啊，但迄句唔知要安怎讲，哈、啊。伊讲哦，推动修宪啊，唔是遐简单呢。你讲要修宪就修宪吗？你修宪的内容呢，是毋是对换？啊，这个大陆阿强有同意无啊？讲清楚，你若讲要修立，嗯，到若要修宪，较简单，就修宪独立就好啊，吼，对唔对啦？嗯，就甲修啊啦，安尼敢有可能？讲的较紧，啊，敢那阿扁也咧讲，哎呦，总统唔是人做的啊，对唔对啦？到尾阿扁也嘛，这个，马英九嘛是讲总统唔是人做的，对唔对？阿扁也讲，啊，你政府来做嘛，唔敢讲独立吼，对唔对啦？啊，你该想，所以修宪无遐简单啦。你若修宪伫个内部的。当然还大陆还佫应准讲，哎，恁是去收无要紧。你若即马正经收工的时阵，敢那的时阵，要脱离这个中国的时阵，马上就核子武器、核子炸弹就甲你弹来啊，对唔对啦？遐简单哦，哈、啊，你甲看，即马倒一个。无甲阿强诶，孙阿点头倒一个啦，连怪都共款啊！啊，我定定咧讲，台湾人都敢若会用点么台湾点么臭蛋安尼安尼啊啦，对毋对啦？哈、啊，你去边弹看卖啊？是毋是安尼？推动修宪遐简单个。
更加会伫个九二共识的这个前提下，啊，维持中华民国的这个现状，啊，这咱都搁讲，这个假讲的，本来即马就是安尼生啊嘛，好，对不对啦？那么以此建立互信，这拢假讲的，这拢即马都有啊。那么两岸一家亲，即马这都有啊，啊，那么修正心灵的这个契合。即个讲契合，拍契约的契吼，契合。那么自然最高就成安尼就对个啦，啊，即拢假讲的话，即认为我阿宏咧看起即拢伊拢假讲的话就对。那么在掌声、欢呼的即个声中，宋祖如缓缓走上台咧。在一声宋祖如正式参选2016年，那么中华民国总统的这个宣誓了后，三强鼎立的这个大选局势成定局了。三强哪有三强？宋祖如伊要算一强哦，无可能啊，无可能啊，啊，敢若宋祖如。现在可以再东山再起，我看民进党的就走了了，民进党绝对走了了，国民党也是同样走了了。你没看，这个宋楚瑜要参选而已，这个杀人，这个李鸿钧跟李鸿源，对不对？两个兄弟也就换了，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政治就是安尼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哪会安尼？因为你国民党的时阵啊，无稳定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无稳定啊，大家都想讲啊，看倒一台船，看有法度较新无啊？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当然啦，佮伊老长官，所以佮看。所以我咧讲，国民党分出来，即个什么人上好？即个，到向我要讲哦，是叶武明这党啦，这党上中，分出来这党上中，拢甲国民党拢配合，宋楚瑜这党会分出来。都拢袂配合啊！西瓜就挖大饼啊！你做你家看，对不对？迄阵宋楚瑜一个出来尔，哇！经过几年了后，宋楚瑜亲民党诶无虾米作为，对不对？有诶就转去国民党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即马国转去国民党诶，看诶无游水啊，无啉水啊，对不对？伊阁走转来亲民党。所以你甲看政治人物，咱做你做你甲看，那过去那这种人绝对讲好做啥？但是迄句要哪讲？哈、啊，出局啊啦，奥土也是安怎讲？出局啊啦，安怎讲？不中，这种人拢无人爱用啊。但是即马无同款，即马无同款，所以你甲看。当今的社会，人变安尼就对了。什么咧？三强鼎立，而这个大选局势成了定局，这句我无赞成。哦，那么宋楚瑜，这个虽然事前外界一再啊来推测。宋的这个动向，哦，国民党嘛一再强调，泛蓝分裂只会失败了。但是73岁的这个宋楚瑜，犹原坚定站出来。哎，这个本来就安怎？就还是讲的时阵拼看卖啊，管理啊。我拼是国民党诶啊，民进党诶无法度啦，
民进党绝对无法度。那么民进党阿宏都分析过啊，在过去民进党的教育台湾人，教育到已经都死死死啊，要变真艰苦。啊，所以民进党的你甲看，包括教科书，对不对？伊嘛咧反对，安怎讲？伊都无爱好这个国民党的吼。那么过去咧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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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文主义什么遐啦？啊，其实咧，民进党嘛是家己沙文主义啊，对不对啦？七啊七八啊。那么宋楚瑜坚定站出来，吼、哦，决定第三度参选到这个总统。在2004年的时阵，连前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时阵，宋楚瑜是伊的这个副手啊。啊，这就是安那，这个国民党分裂啊，对不对啦？啊、哦，迄阵啊是安那。那是李登辉出来嘛吼？那么宋楚瑜首先就提问啊啦，16年来，民进党赢过，国民党嘛赢过，但是台湾人民如果赢得什么啊？我有讲过啊，台湾人就大赢啦，台湾人大赢。才会让政府变得歪哥兼持错。你甲看，啊，啊，甲台湾人民若无赢，政府哪会去变安尼？对不对啦？啊，那么你少年人感觉赢得远景吗？当然啦，即卖少年人你就知影，都得寸进尺。即卖少年的都是安尼，得寸进尺，也无法度啊。一个房安尼都溜溜去啊，较早的人都安尼讲啊，本来咧管束。真单纯啊！即马一个放弃人了，都溜溜去啊！即马少年的拢安尼，即马少年的拢安尼，啊无多啊！少年拢安尼，国家就拢安尼啊，对唔对啦？有迄种国家，都有迄种的人民；有迄种的人民，都有迄种的这个国家。所以宋楚瑜咧讲这话，就是咧抽票。换一句话啦，抽同情票还袂出来，即马大声抽一般正常的这个票。那么宋楚瑜就是讲啊，你那是跨不出哪力对决的这个框框呢，的这个壳啊，当权者放不下。赢者全部的这个欲望安尼啦。那么假使搁再20年啊，搁再过20年吼，那么台湾犹原也会伫个内耗恶斗中，而且是轮回啦。啊，本来就是啊，本来就是啊。因为呢，有一天民进党啦，台湾都一定都斗争啦，啊，党就是安尼生啊，党就是安尼生啊，啊，那么就是较早一党专制了后。当今开放，你甲看国民党都伫咧垮啊，对不对？伫咧输啊，哦，对不对啦？
啊，无你无你宋楚瑜哪会家己走出来啊？你宋楚瑜走出来，敢无民进党诶吗？对不对啦？啊，迄阵啊，你还搁咧国民党诶，有民进党，你还搁咧国民党诶啊？哦，对不对啦？所以吼，即个政治人物啊，阿宏甲看起来吼，就是安怎？就是大家安尼斗甲啊，啊，就斗甲老，啊老斗甲死，啊换少年诶，赶快搁斗，就是安尼。你啊看，即摆国民党老诶有几个？对不对啦？老诶有几个？那么一个少年的啊，像赖世宝啦，什么这种少年的嘛，对不对？李鸿源啦，什么啊？这李鸿源啊，什么？这拢少年的啊，对不对啦？所以今嘛，举世的孙啊，就是啊，台湾人斗台湾人啊，台湾人咧怕台湾人啊。台湾人咧杀台湾人，知影无？这是过去民进党，你甲看，吼、哦，老啊！台湾人落去，啊，赶外省的，这是民进党过去咧讲的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今嘛搁去讲啊，今嘛搁去讲啊，今嘛都无老啊，通好赶，吼，对不对啦？但民进党敢有搁咧讲老啊？我甲你讲。人生就是安尼啦，即马就是台湾人怕台湾人啊，啊，即马无外省的人去怕，即马就剩宋楚瑜啊，对不对啦？宋楚瑜啊，哦，啊连前都无出来啊，连前出来就讲啊，赶外省人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！但是连前台湾人啊，过去伊就是国民党诶。啊！伊民进党诶教育无咧安尼分啦。啊！你这是台湾人诶国民党，无安尼分啦。你国民党就是外省诶，你就是安尼啥？啊！伊讲诶孙阿娘，搁再二十年。台湾幼儿园会伫个内耗，伫个恶斗中啊来轮回，本来就是啊。你搁二十年，搁三十年拢同款啊。那搁五十年，阿宏的阿强的手气哦，都无同款啊。哦，阿宏这个阿强的手气都无同款啊。那么宋楚瑜认为讲，2016年的这个总统上届需要的不是完全执政安尼啦，啊，伊都小党，伊当然爱讲这种话啊，对不对啦？人大党要讲这种话无？像国民党伊敢要讲这种话？啊，民进党伊敢要讲这种话？啊，咱来招另外政府伊敢要安尼讲？对不对啦？所以伊这个宋楚瑜。伊就是提伊有利出来咧讲啊，对不对啦？因为完全执政等于完全腐化啊！你较早用国民党的呢？啊，你较早哪袂讲这句话？较早国民党一党专制，迄阵啊，你哪袂讲这种话？啊，你即马出来才讲这种话，对不对啦？宋楚瑜。因此，伊向人民吼许下承诺啦，啊，即个要扣票的啦，对不对？要扣票，什么伊嘛拢敢讲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敢若过去的国民党啦，要什么，也是民进党啥？啊，我这个孙子，老人的孙子，我一个月要互你领两万，吼，对不对？伊嘛敢讲啊，对不对啦？就是安尼生啊。啊，过去民进党嘛是有安尼啊，啊，国民党嘛是有安尼啊，对不对？我当选了后的时阵，我要做啥物？我要做啥物啊？啊，这个马英九嘛是安尼啊，对不对？伊啥物三三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结果做无够啊，
啊，迄是一种个理想啊。啊，倒一个做有够，啊，因为伊要扣票啊，支票直直开啊，有啦，支票兑现规张啊，有啦，绝对有个啦。但是要支票全部要兑现，有可能无？无啥可能，倒一栋拢共款。伊讲对人民许下承诺，许下承诺了。针对国家重大的这个议题，伊将主动啊，甲伊是呐调解各界，困于交通啊，拜托个。总统是管啥物啊？总统是管外交，对不对啦？内政是行政院长咧管的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若甲安尼，伊一个做一个总统，然后手着成立甲行政院的，对不对啦？成立甲立法院，立法院的去，安尼敢对？安尼敢对？伊总统有总统的这个权责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若到安尼就，到安尼就较早的时阵安尼啊，就转去皇帝坐啊，吼，对不对啦？安尼伊咧讲敢对？所以阿宏咧讲的，阿宏咧分析的，大家研究看卖啦，考虑看卖啊，吼，我唔敢讲我讲的对。那么用于交通，啊，即马敢无交通？啊，但即马像迄落学生啊，啊，敢无交通？嗯，大家嘛讲交通，对不对啦？都那可以利益，才有法度通交通啦。那无可以利益，都无法度通交通啦，就是安尼死啦呢。就简单就是安尼想安尼嘛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来想啦，伊也出来，迄个单位也出来，迄个单位也出来啦。你来想，台湾一天到暗拢是咧抗议啦。台湾一天到暗拢是一个制造交通的这个混乱啦，制造一寡教育，都唔知安怎。伊讲将你化解，对你要这个局面无可能的代志，我有讲过啊。即马台湾的局势就是安尼啦，乱甲阿强的手断去，就是安尼死啦呢，无啥物嘿。啊，你搁看乱的几年啊，就是安尼啦呢。看台湾会当搁乱几年，都安尼啦呢。对于台湾是不是迈向内阁制，中央地方权限、财政划分等这些这个问题，伊嘛承诺将结合着调解的这个力量，推动修宪的这个工程。那么宋楚瑜嘛宣誓的上台了后。将筹组跨世代大联合政府安尼，啊，我有讲过啊，伊无讲遮，伊闹票，哦，对不对啦？什么咧？个别台湾一党独治，啊，成只全体，啊，而这个政党垄断统治的。啊，我有讲啊，较早伊伫国民党，伊那无安尼讲，对唔对啦？啊，伊当时的时阵，这个脱离国民党，成立这个亲民党，伊那无安尼讲，对唔对？
因为怎么说，那时候他带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了，对不对啦？反正的时候，人家国民党都挖他了，对不对啦？所以我们人做你看，什么时候说什么话，对不对啦？同时每年一边要赴立法院做国情咨文的这个报告，这个无啥好吼。那么，甲调查党团政策对话，那么并且伊要奉孝前总统蒋经国先生的这个作风，袂有气啊啦，袂有气啊啦。但较早的时阵，安尼啊，蒋经国做遐好，人都咧骄啊，对不对？台湾人都骄到要嗨去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哪有迄个民进党？但蒋经国较早做个遐好，人咧台湾人都咧骄啊，对不对啦？是毋是安尼？一死了后，大家才讲啊，这个叫蒋经国好，蒋经国好，哦，对不对啦？人拢是安尼啊。好的时阵，大家袂用报销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啊无即马台湾来变个安尼，啊，啊蒋经国敢做无好？即马大家嘛讲有啊，啊迄阵伊咧做，大家都正人骄啊，哦对不对啦？这外省的啊，哦对不对啦？就是安尼啊，台湾人就是安尼生的台湾人啊。未满足的台湾人，伊讲今日这个群众关怀这个面貌，有效会当提出福国利民的这个施政方案。你甲看，国民党嘛安尼讲，民进党嘛安尼讲，民进党做八年嘛，对不对？阿扁也做八年嘛，做甲的时阵，阿扁也伫互关啊，对不对啦？伊当时的时阵，安尼，大家台湾人嘛欢喜，甲讲阿扁也做总统，阿扁也做总统啊。结果一个做一年四年，过来，那尼啊，就贪污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甲想啊？即个政治人物讲到拢啊，我好都我好，我当选安怎？我啊对不对啦？啊了后嘞，了后嘞，啊，都到阿扁啊，大家嘛知影啊，对不对啦？啊马英九，我从早都预料啊啦，阿方都讲过再讲，当时国民党提出马英九出选总统的时阵，我就讲一句话啊，我讲恁国民党敢无够人吗？啊，经过迄个少年人无经验，敢若一个清新人尔，就要出选总统，啊，较假嘛死，较假嘛死。啊，大家就认讲老的啊、退时啊、LKK 啊，啊，即马少年就拢安尼嘛。啊乱舞一场啊，啊舞甲国家安尼乱七八糟啊，就是这样的事。面对重要的这个两岸关系，宋楚瑜认为讲，这强不敌，急不敌，党不敌，安怎讲？啊，因为人中国大陆人伊的孙安尼大国啊，对不对啦？你敢讲安怎呢啦？啊，对不对啦？哇，这就是宋楚瑜伊上了解啊，是不是？在九二共识之下，前提之下，对不对啦？继续嘛，对不对？
甲中国示好嘛，这就是咱台湾的利益嘛。因为民进党伊目前还阁无真真正正对大陆示好啦，来点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甲看，民进党即马直直要争取甲大陆、中国各站呢，对不对？要来会面，人要处理无？人对民进党人不爱处理，对不对啦？你出来甲看，对不对啦？所以民进党的时阵啊，定定踮咧台湾，踮咧穿，啊，踮咧红红声，吼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伊唔去中国红声看卖啊，吼，对不对啦？必须要争取时间换取两岸合作，而这个更加大的这个空间。本来台湾就是中国的一粒棋啊，台湾就是美国的一粒棋啊，无多啊，台湾就是安尼啊，对不对？两岸一家亲，吼、哦，那这句话讲落去，较早的民进党就骄傲啦，对不对？即马较无骄傲啦，那较早就讲这句话就骄傲，赶快紧回去大陆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较早拢安尼，赶只外省，赶紧回去。那么修正心灵的这个配合，在两岸的这个政治、经济、社会还阁有差距的时阵，即嘛真少啊啦！即嘛差距真少啦，大陆的有钱人凭台湾人阁较侪啊啦，卖在踮咧遮骗啊啦，对不对啦？当你甲看，人飞到太空去啊啦！咱台湾有法度无？人因联合国的阵安尼啊，这个又国贵国啊，啊咱嘞，都安尼比得好啊，好对不对啦？宋楚瑜伊伫咧讲啊。维持中华民国的这个现状啊，本来就是啊，你若维持现状，中华民国才有存在啦，台湾民进党才有存在啦，国民党嘛才有存在，其他国党才有存在啦。你若无中华民国，而且咧维持现状。那是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嘞，啊！恁这民进党，恁这国民党，国民党还好啦，因为这国民党，那么伊这个共产党对国民党吼，啊，过会顺安尼啊，算讲，要哪讲就是讲，孝情啊，搁有三分呐，对不对啦？因为咱讲过去，因。国民党甲这个共产党有联合过，对不对啦？所以台湾即马才会这么平静呢。你若讲无国民党，干那民进党，我看无法度呢。所以国民党有功劳呢，啊，大家孙阿呢，唔知影讲的孙阿迄落啊，相信讲国民党甲灭掉啦，从民进党还是其他的党啦，你也看。台湾有这么平静吗？不可能啦！话缩就给缩起来，敢那过去国民党嘛同款啊，一党专制的时阵，对不对？伫联合国那呢，把你封杀，对不对？
什么意思呢？但是我就向我要讲，就讲袂出来。拢把你封杀，对不对啦？维持中华民国的这个现状，是台湾内部最大的这个共识。啊，你即马无法度啊，就是安尼生啊。但是民进党还佫会反对啊，啊，民进党还佫会反对啊，是毋是？啊，民进党是即马已经无法度啊，宣布道理嘛无法度啊，所以民进党直直提啊，对毋对？即马就剩这个郭宽炳啊，吼，对毋对？但是郭宽炳嘛是提啊，伊家己就讲一句老翻天，对不对？啊，台湾就独立啊，伊搁咧发独立，搁咧发要独立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战争的时阵啊，中华民国就独立啊，伊也搁咧发，对不对啦？安怎讲？人就是安尼啦，无啊多，伊就直直提啊啦。民进党嘛是同款啊，对不对啦？迄阵啊，就直直进去啊！吼，国民党去互拍啊，对不对啦？外国兼起初啊，结果要独立无法度，阿强会反对，啊，对不对啦？联合国施压，对不对啦？这是有关宋楚瑜这回要来参选到2016年的这个总统所讲的这个内容啦吼，啊，红的看到遐，啊，我就蹦到遐呢。好啦，到这结束，期待这回讲这个网络讲这时间继续收看阿红无所不谈来。同款听阿宏唱小歌嘞，来，阿宏的心声搁较弹落去，再见，拜拜。阵阵小雨，阵阵落，阿甲身躯湿透透。看故乡的一片山坡，也是要落雨。这款的凄惨日子，叫伊怎样度？返去故乡，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。故乡的爸爸，故乡的妈妈。在用行无，阵冷风阵阵寒，予伊感觉心也寒。伊故乡在对面山坡，目睭紧紧看。黄昏时，日头渐渐对落山峦边。等待月娘出来的时候，要来问伊，故乡的爸爸，故乡的妈妈，不知有行无？
阵小雨阵阵落，阿甲身躯冷飕飕，看故乡的一片山坡也是要落雨，这款的凄惨日子叫伊怎样过？回去故乡，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。故乡的爸爸，故乡的妈妈，不再有。